好了，各位朋友，现在是11:02，没错，我今天比较早出门哈、哦。那我现在已经在滨江市场这边了啊，滨江市场依然这个热闹滚滚呐。那今天是礼拜三，我昨天的这个趟奖的趟次其实跑了蛮多了，跑了26趟哈、哦、这样。那我的第一标45趟啊，45减26剩19趟，所以我今天午餐晚餐只要再冲出19趟，那我今这个第一标趟奖就可以拿到了啊，所以也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啊，就是轻松的这个跑法就可以了哈、哦。那我现在慢慢的往这个复兴北啊民权东那边的那个麦当劳那边前进哈、哦，因为那边的单哦实在是很多，目前已经上线了啊。现在就慢慢的往那边走，那刚好这边有一台这个电动辅助脚踏车哦，这样子，哦这一台，啊因为刚好在群组内有一个这个司机伙伴哈、哦、问到说，哎这种的有踏板算不算是电动辅助脚踏车？哦，那以这个官方认定是。这个是电动辅助脚踏车哈、哦，非常明确，因为它有踏板，而这种车它也确实可以踏，哦，它是单速轮，单速齿的，单速齿比它是可以踏的，所以没有电的时候，它是可以踩踏的，可以前进的，这是没有错，这是正确的哦，这样。啊，但是这种车哈、哦，我会比较建议去找可爱玛，哦，可爱玛这个厂牌，哦，可爱玛这个厂牌它没有出这个车。哦，这样那去买可爱玛的会比较好，这样。那这种车其实就是可爱玛的车子的这一台呢，有18寸的哈、哦，就是它轮径18寸哈、哦，就是它轮径比较大哈、哦，这个骑乘起来也会比较舒服一点，这样。好，那么这个也是这台车也是有列入我这个下一台车换车的考虑的车种之一。为什么会考虑它呢？哦，第一个就是说哈、哦，它有前后避震，哦，再来是它的那个刹车呢是比较耐一点的，啊，会比我现在骑的捷安特这个这个电辅车的刹车还要耐，因为我这电辅车其实是刹轮框的，哦，所以当那个下雨天的时候，那个轮框很湿的时候，通常我都要稍微骑慢一点，免得会打滑，哦，常常会有刹不住的状况，所以我都骑比较慢哦。骑太快呢，那就真的，要不就我再见，再不然就是别人再见，哦，这样子。好，那所以那台车的优点啊，就是前后避震，还有就是刹车系统会比较好。那电池的话呢，也是可以增购哦。可爱玛那一台，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在Momo上面，它电池是可以增购，一颗电池啊、约50公里的电池哈、哦，大概是差不多16000块哦。这样，它原厂付的大概就是约50公里了啦。这样，好啦，那其实我觉得买电辅车来跑这个 Uber Eats 哈，真的很看个人，因为你跑的区域、你的习惯哈，还有就是这个你的这个上线时间，哦，每个人都不一定。哦，这样，比如说像我的话，我会比较小心的分配在这个趟奖上面这样子，哦。所以我就会去算啊，我每天都在跑几公里这样的。比如说像我现在为了要冲周间跟周末趟奖，平均我每天呐、啊，哦，大概会是跑70公里，所以就扣掉晚餐，大概会是70。当然会有大概65到70之间呐、啊，这样。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看个人，然后这样，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哇，刚在那个复兴北路跟民权东路口接到一辆麦当劳，然后也只是看到麦当劳就非常习惯，就往民权东路上面的那个麦当劳冲过去这样。到了那边看到奇怪，怎么没有单这样？然后那个店员也觉得奇怪，就跑来看我的 app， 好，这个 app 看一下这样，就发现原来是。啊，东化北路跟那个民生东交叉口的民生店啊，真是昏倒了。下次一定要仔细看了、啊，不然就在那边傻等、啊，然后对方也没问，那就惨了。OK， 快到了，快到了。
好了，各位朋友，我刚刚呢送完两单麦当劳之后呢，不小心接了一单2.5公里的啊，然后呢，我想说啊，反正就送到那个南京东山那边而已，就算了，因为那边也会有餐厅有单这样。结果呢，系统 AI 看大概看到我接这个2.5公里，很开心，开始狂丢哦，丢了三单哦。一单呢是2.9，一单呢是4公里，呵呵哦，然后另外一单呢是4.1公里，哇，整个超帅的，超帅气啊！系统这么看得起我的，那我当然是三单全拒咯。哦，既然我拒了三单呢，现在应该系统不会再丢单给我了，因为现在系统新的做法是，哎，我要是连拒三单，系统就会。认为我可能不要干嘛哦，就是会暂停给我单这样子啊，这样也好啦，因为我现在的接到了一份是这个巧克力蛋糕哦，会化的，会融化被，或是会被挤歪的哦，那我干脆就直接把它送过去算了哦，就不要想太多。这样子，赶快给他直达，哦，这样，好啦，超有趣的，所以哦，这个挑单哦，一定要小心啊，要看清楚啊，哦，不过既然连给三单哦，那就代表说其实单量是有啦，这样。不过我看群组的一些朋友讲说，今天单比较少哦，这样子。啊，可能是短单比较少，我也这么觉得。OK， 好，那么废话不多说，专心骑车。好了，各位朋友，目前我在南京东山哦，然后复兴北旁边这样子啊，那么靠近那个麦当劳了，前面那个麦当劳。目前是12:21啊，我到31了啦哦。那目前送到现在啊，应该讲说，从我接第一单送到现在，送了8趟哦。今天中午的没有无缝哦，这样子啊，但是至少也算顺啦，这样子哦，没有说哦，单跟单之间的落差太大，目前的落差也才差不多2分钟到5分钟吧。那中间我有拒掉一些单啦，这样子，就刚刚有拒掉三单太远的哦，然后后来又有拒掉两单是那个一单是太大单啊，我的大包里面其实已经塞满东西了，但是那一单那个大狗面线哦，居然有11碗哦，实在不行，消化不了，没办法装，再加上他要我等大概10几分钟。然后又去掉一单是这个五花马水饺哦，这个龙江路上的这样子。那么我一去就看到哇，上面那个单满满的哦，然后他们都还没做好这样。然后那个店员好像今天的这个心情不太好，想所以我也不太敢惹他，或者是问他太多，所以我就小声的问，那么我这单还要多久？他说。啊，还有10几分钟啦！哦，那我听，我就哦，好吧，还有十几分钟，那我当然就拒单走人啦，不然怎么办呢？哦，这样子，好 ，OK， 那我现在在这个天人茗茶跟这个麦当劳旁边等啊，看有没有这两单，就是好朋友嘛，好朋友的单这样。好了，各位朋友，刚刚在天人茗茶前面啊，等了大概7分钟吧，哦，没有啦，我看一下，没到7分钟，6分钟。那我就接到了2单哦，夹单这样子。那么2单加起来总共4公里，等于1单2公里，我是这样思考啦。所以那这单我就接受了。哦，那金额也不多，90块，不过可以啦，我觉得正常。哦，那就直接接起来，不然哦，现在这个单量很少的话，再把它锯掉，我看系统就不理我了。然后对面有一台那个。CT Jump 的伙伴，那台车现在的那个租的非常的好啊，非常多伙伴在租啊，现在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哦，所以我是觉得，
骑机车的伙伴啊，就是用机车账号跑的伙伴啊，可以考虑这一台啦、啊。哦，也不用计算的那么精哦，说什么啊一个月4000块什么什么的这样子，划不来哦这样。我是这么想啦，4000块能够省掉你很多麻烦事情啊，那就是好事啊。好，各位朋友，现在在这个敦化南路二段这边哦，刚送完手中一单哦，这样啊，目前是1:12，今天呢就跑这样子了哈，我已经下线就跑10趟，哦，不想再撑下去，今天单真的是没有啊，其实我也就是弃了5单啦，这样，其实这样算一算，其实今天单量还是不错的啦，好啦，那我看一下哈。应该还剩下9趟啊，吼，那个第一趟第一标的这个趟奖，哦，我看一下，好的，哦，还剩9趟这样，那这9趟就晚上再跑啦。好的，各位朋友，现在是4:30哈，那我刚过花博公园，今天晚上啊我已经上线了哈，那。今天晚上我就差几趟来，差9趟哈、哦，差9趟我就可以拿到第一标趟奖、哦、我就可以这个回家睡觉，也没有回家睡觉，反正就是早早的走了这样，早早下班，早早下线这样，哦，那么现在我就是要慢慢的往那个民权西路麦当劳那边前进哈。哦啊，捷运民权站，然后这样，先在那边驻留个5分钟，看看那边有没有单哦。那边有麦当劳、哈、哦、天然名茶，还有这个 Sukiya 啊、哦，这样没有的话，再往金站慢慢走过去，这样啊、哦。那基本上来说就是9单了哈、哦，应该2个小时可以搞定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碰碰运气吧。朋友，我在这个民权西跟天祥的家狗。那我刚送掉手中的麦当劳之后呢，来这边等了5分钟，没有单。哦，现在5:29。那看来我需要往老地方前进了，所以我现在往老地方前进哈、哦。这样，那我还剩下，哎，对我还剩下8趟啊，因为刚就完成了1趟嘛，等于先完成11趟嘛。哦，还剩下8趟要去完成它。好，各位朋友，现在在民权西路站出口7这边哈、哦，没错哈、哦，我刚在南京西那边接了一单这个龟记的哈、哦，这样，然后我犹豫好久这样的，然后等到它的快要晾完了，我赶快把它接起来，因为我想，虽然这单2.5公里哦，但是2.8哈、哦，那要是不接的话，下一单不知道会不会等到，我还是把它接起来，就送来天祥路了，所以我又回来了，所以我决定。又到麦当劳这边再等他5分钟，今天晚上啊这个单有点不妙哦，不过没关系啊，顺其自然啦，因为我的第一趟一标的趟奖就剩下7趟了啦，应该还是有机会，我蛮乐观的，没有。看到没？7.4公里，系统很敢给，不过我怀疑就是系统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单啦，所以才会把那什么7.4公里的单丢给我，哦，像中午一样，给一些奇怪的远单，哦，这样，所以哈、哦，像有些人常会讲说，哎，脚踏车都短单哦，其实并没有啊。那个是因为有些人很会挑单哦，这样子，他就专门就是只挑短单收送这样子。但讲老实话，我还蛮常碰到这种的啊。好，我已经快到客户那边了。啊，各位朋友，刚刚又接到一台顶呱呱哈，然后赶快把它送掉哦，这样子。啊，送完之后。想说在大龙街那边等等看哦，等个5分钟哦，这样看看有没有单哦，这样结果没有单哦，这样子，那就只好再慢慢的骑回这个
哎，当然了，各位朋友。哦，我看一下这个单，1.6公里，天人茗茶街。哇，天人茗茶哎，好，我赶快过去了，太好了。正想说要慢慢骑回麦当劳天人茗茶，单子就来了，真是令人开心。好，各位朋友，目前我在这个民权西路巷子里面哈，这条是往这个宁夏夜市的方向走，这样子。啊，我现在是刚刚哦，就是送掉一单哦，这样就是那个天人茗茶的哦，送掉。那我现在就往那个宁夏夜市方向走哦，看看会不会有单哦，从那边冒出来。原则上来说还是就顺其自然吧，因为今天这个单量应该是真的少，因为刚刚在一些那个特定的地区，不能讲特定地区啦，就是一些点啦，然后就看到其他的伙伴在那边蹲点，他们刷手机啊，所以大概就这样子吧，今天就碰运气啦。那我还差五单就可以领烫奖，希望是这五单能够顺利的跑出来，拿到了这个相连的单，这样子也等了我5分钟了，还没出餐。哇，我们的这个生意真的非常的好。又一位伙伴要来等啦、啊！哎，在相连等太久了，我已经等了5分钟了后，然后我又问店家，店家说还要再5分钟，但是我看他好像应该是这个5分钟后再一个5分钟吧，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子。那因为我手上还有另外一单哦，虽然说就在对面小北百货，但是我受不了了，我还是直接就弃单了，所以我现在。本来有机会拿2单，现在就拿了1单啊！不过算了，这间香莲铁板烧生意常常都很好，我每次来都等。呵呵，这次是因为后面有单，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好了，这里冲不过去，算了。好吧，那我现在是要往马街走，因为这单是要送去马街那附近。好，各位朋友，马街医院的这一位，这边的这一单呢送掉哈，这样子。那么我现在还差几单呢？我看一下啊，差3趟，刚刚莲香那一趟没有拿到。各位朋友，终于我把这个我后来是又接到2单的这个鸡肉饭哦，在天津街那边，然后呢就是送来这个民生东一段这边哦，那现在终于，没错，呵呵，我拿到了第一标的烫奖哦，第一标。那第二标是15趟啦哦，那我回家想想看，看看明天要不要出来跑。好啦，应该是会啦，不然我在家也是无聊。好啦，明天见。